其实我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，我是想用100种材料来画画，但是因为我做视频的一个时间跨度方面，导致我觉得好像100种材料，我真的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。所以后面就退而求其次，可能想说用这种不一样的材料，用泡泡膜，用矿泉水瓶，然后用多米诺骨牌，然后用火。这种原本大家不会觉得它拿去画画的一种材料，来做一些很有趣的视频，它们相当于是我视频的，像一个承载物一样，它承载我的想法，然后承载我的创意。动一下就可去年9月份的时候，有听到余秋雨老师的《中国文化必修课》，它里面就有讲到那个《富春山居图》的故事。富春山居图曾经被火烧过，然后一分为二嘛。现在一部分是在台湾，一部分是在浙江的博物馆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。因为我之前毕设也是用火画画，我就想，那我可以尝试一下，通过用火画画的方式再画一次富春山居图。我比较喜欢去研究一些综合性的材料，然后我毕设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视频？这些视频可能用一些比较新奇的材料。打破它原本存在大家心里的一种固有的观念。我现在在做视频，我就一直都想着，如果有一天碰到合适的材料，我希望能够重新再做一遍自己的毕设。今年来说的话，我距离我的毕设其实过去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，这7年毕设一直给我就是心里会有一点遗憾嘛。富春山居图，它从一开始的构思到制作，到后面最后画完，也差不多是黄公望他花了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今年一定要把用火画富春山居图这件事情给完成。用火画，它最难的一点就是你要控制火焰的大小。它因为火是不可以控制的嘛，但是你又想要控制它烧出你想要的一个形状的话，那你就要找到一种材料，这种材料它能够控制火势的走向，然后我就想到了能够用钢丝绒，它能够承载就是火的一个燃烧效果，它效果很好看，并且它就是它的东西是可控的。OK。我想画的富春山居图，它是比较具象的一个图案，所以就是需要第一步要用铁丝熬好一个造型，